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神速馬車蹬咗蹬向後邊先，前面快嘅馬有一對啊，喜進之星啦，出邊就木火龍驅啦，第三位就朗日雪花，即係你係前鋒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方就係呢只喜進之星啦，木火龍驅咧就第二位嚟噶，電子精彩係第三啦，朗日雪風第四位啊，一路兜出邊有全神貫注啊，內欄紅白橫間三咧就係準角啦，中間係焦點，咁啊黑衫黃帽嘅後多層啊嘛，內欄咧有華麗匯力揈出去，外邊啊合金王最出。仲有一隻宏財啊！尾二神速馬車包咗落咩？前鋒嚟噶，好啦，正追直路啦。前面喜進之星佔先少少噶，中間位置木火龍驅追啦。中檔有朗日雪風，外邊上緊嚟嘅馬有焦點啊！入邊偷位上仲有隻電子精彩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佔先嘅馬係木火龍驅啊，埋邊喜進之星，中間電子精彩咧就上緊嚟，出邊位置仲有隻朗日雪風接近終點，木火龍驅贏啊！跑第二名電子精彩，第三名咧朗日雪風咧似乎機會高少少嘅，第四名就近啲啦。外邊係焦點，入邊係前鋒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木火龍驅啱啱到線啊！電子精彩第二、第三，朗日雪風中間出邊追上去，十一號係焦點，入邊十二號係前鋒。好，你一開就妙芳華咧，蹬咗一蹬就慢咗啊！前面後多層啦，橙眼罩外邊啊，中華威威啦，戴面箍黃心威武寶寶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有呢只就妙芳華，有形勇者，暫時殿後係登膽王嚟噶。好啦，話轉彎嘅時候啦，前面生生勝利就放啦，跟住第二位就電子宇宙啊，開心馬就第三，守住第四位啦。紅眼罩係謙謙君子啊，內欄一路比上去銀翅勇士啦，後多層咧黃心威武寶寶走入邊啦，咁啊再見到掟出大外檔嗰邊咧，仲有中華威威噶。好啦，最後二百零米啦，生生勝利就擠嚟咗一個身位嘅埋邊追，有銀翅勇士啊，中間威武寶寶亦都上緊，外邊係謙謙君子啊，最後一百米到，生生勝利就拋嚟一個身位咧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二名威武寶寶啊，第三名埋邊銀翅勇士，第四名外邊咧中華威威，咁啊同埋最出嗰只咧燈膽王咧就比較接近啲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可能擺前啲咧就已經係好著數啦，又後生。生生勝利，咁啊結果放到啦，威武寶寶就追翻個第二，銀翅勇士第三、第四名，有冇甩甩地僵城嘅右手邊？係八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嘅，快少少嘅馬咧，中間位置智勇明區快喎，響外邊六三紅眼罩就係領倉動力啊，埋邊黃帽一路比上去咧，仲有呢只明區跟住個第二位啊，內欄第三係得以佳作，第四位咧就火金鷹啊，第五位六三紅眼罩就係領倉動力啊，再後邊嘅馬啦，出邊太陽高高啦，內欄紫色眼罩黃金見聞啦，黃黑格仔三響尾五尾四度啦，就大力球王啊，後啲嘅馬啦，先有華美之威啦，內欄尾三。掌聲啦！出邊位置仲見到馬匹有呢只無極勇將啊！暫時殿後仍然係嗰只魔法速遞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超勁寶寶嘅順放啦，智勇名區第二位啦，得意佳作埋邊第三、第四紅眼罩就領創動力啊，第五位就大力猴王啊，後多層啊馬啦，無極勇將上咗少少啊，再後啲先見到咧掌聲響尾二啦，包咗落尾仲係魔法速遞嚟噶，入正著直路啦，超勁寶寶接嚟半個身位，智勇名區外邊追，入邊上有得意佳作啊，出邊上。上跟嚟嘅馬咧，仲有領創動力啦，後多層攝入邊追就係掌聲啊！最後百零米，埋邊得意佳作，外邊咧領創動力上跟嚟，中間位置咧仲有智勇名區同埋呢只超勁寶寶，接近終點得意佳作贏啊！跑第二名領創動力啊，第三名近噶內欄好被動掌聲，中間二號嗰只咧係智勇名區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得意佳作都係一六五零專家啦，又賺埋啊！咁啊結果就贏馬，跑第二名領創動力，第三近啊！姚志勇名區入邊掌聲，熱係十一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就知道長勝搶啊，響佢出邊咧有上教啊，第三位金運來啦，第四位中間咧咁威埋邊白衫就新幹線，外邊係越進知己啊，再見到內欄黑衫立白穿上咗啲，中間乘風冠軍啦，外邊六三黃帽響尾四係飛雲啊，後邊三隻電腦十號快步流星同埋裕達寶區嚟噶，好立正著直路啦，咁啊上教佔先咗大約一個身位入嚟噶，見到金運來外邊追佢噶啦，中檔上嘅馬又知道長勝啊，出邊追。迎落啦，立白川啦，埋邊啊新幹線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上教仲有一個馬位優勢啊，金運來中間追緊啊，見到外邊立白川依家先攤著上緊嚟，中間仲有知道長勝接近終點，上教擺咗喺前面走咧，結果放倒添啦，跑第二名
立白川外面追了上来、啊、中间二号是金运来，第四名是新干线、啊、结果今场赛事这只上交再次摆在前面走，真是打搭地赢、啊、第二名好被动冲得很厉害、啊、立白川，中间金运来，第四名是新干线，热是二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前面快閘嘅馬有新力金榜之星黃龍飛將啊，外邊陸續光芒啦，最出美麗緣分啊，橙衫走榜之星啊，外邊就陸續光芒啦，守住第三位咧就係精彩進將內欄第四係新力啊，第五位就黃龍飛將內欄第六美麗緣分啊，第七位仲有招招醒，後邊個五匹馬啦，勇霸龍啦，尾四紅衫紅黃繽紛啊，後邊三隻文明福星啦，內欄粉紅衫好捷拍，出邊灰馬暫時墊後係智王財嚟噶，好啦，咁轉彎入直路啦，金榜。之星佔先少少嘅，中間咧就陸續光芒啊！等入邊嘅馬有新力啊，揈出去外邊追啦，就係、是、精彩進將橙色衫嘅，攝入邊上有勇霸龍，大我當招招醒都追緊噶，馬林中間美麗緣分冇位啊！好啦，最後百零米啊，招招醒外邊冚咗上嚟，內欄打上嚟有勇霸龍，中間位置仲有新力同埋美麗緣分，接近終點兜個大彎都贏啊！招招醒啊，跑第二名係勇霸龍啊，第三名美麗緣分。第四名是不是新力的機會高一點呢？外面追上來是黃龍飛將、啊、結果今場賽事我是不轉腳的了，招招醒都一樣兜個大圈都贏的，勇霸龍攝入面追跑第二，美麗緣分被人阻過的，第三第四名新力的機會似乎高過黃龍飛，大熱是六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三軍勇將慢咗閘啊！前面快嘅馬咧有天竺貓內欄啦，外邊啊有紅利啊，咁啊最出嗰邊王者有利走港激流嚟噶。好啦，向住呢個六百米段處進發啦，有紅利就放頭嘅，第二位外邊咧就王者有利啊，出邊咧咁啊走咗上去第三位就勇敢巨星內欄，第四天竺貓，中間第五係同喜啊，出邊六三橙帽添開心都上翻啲啦，內欄位置有無限美麗啦，出邊啊咁啊有多利彩區啦，騰咗來尾四幸運旅程啊，後邊三隻三軍勇將心紅紅同埋呢只維港激流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外邊冚咗上嚟就係呢只勇敢巨星啊，出邊追有添開心，外邊上係多利彩區啊，馬林中間仲有呢只幸運旅程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仍然喺呢只勇敢巨星啊，添開心喺第二位，外邊追上嚟仲有多利彩區，接近終點勇敢巨星贏啊，跑第二名多利彩區，第三名係添開心，第四名咧外邊呢只咧就係幸運旅程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外邊冚嗰啲馬全部好啲嘅喎。勇敢巨星咁啊，結果拋甩打搭夜馬，多利彩區第二，添開心第三，外邊追幸運旅程跑翻個第四。好啦，一套馬嘅勇敢巨星71分掛頭牌，捧埋今場浪琴錦標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噶啦。快少少嘅話，中間就係嗰隻手到再來啊。咁啊，響佢入邊咧就係嗰隻太陽勇士啊。咁啊，再見到第三位啦，內欄有勁進，紅峰內欄第六淺南心大學生啊。第七位仲係本領非凡啊。後邊五匹馬，唯美主義啦，尾四橙心係爭金奪冠啊。後邊三匹馬都冇變過噶啦，加州王者、星雲笑著、銀進，暫時都仲係墊後啊。好啦，過呢個六百米段處咯，前面放都仲係手到再來嘅。咁啊，見到第二位就呢隻太陽勇士啊，第三位嘅馬啦，外邊啊極速騎兵啦，埋邊第四嘅勁進區啦，第五位有赤馬紅峰內欄，第六大學生，第七位揈出去外邊咧本領非凡，後邊五隻爭金奪冠唯美主義、加州王者、尾二星雲笑著、包尾人銀進噶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太陽勇士響中間透出咗，壓住埋邊咧就手到再來噶，外邊追有極速騎兵啊，出邊本領非凡都上緊嚟，攝入邊上咧仲有隻大學生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外邊冚上嚟啊本領非凡，中間極速騎兵啊最出銀進衝。佢哋好勁啊！接近終點啦，咁啊見到前面本領非凡佔先，銀進追唔追到佢？第一名要影相，本領非凡以為贏嘅時候，銀進如飛殺上啊！呢只真係好厚咁樣衝上嚟噶，本領非凡仲係佔先，銀進越逼越近，第三名都近啊！赤馬紅峰響中間，出邊爭金奪冠亦都需要影相。终点前嗰步外边冚晒，系星斑角逐嘅银骏何泽尧啊，十二档跑第二名，大热暂时显示系五。
好，你一起步应声弹出嚟，桂丽人生快成个马位啊！咁啊，中间位置又爆热啦，出边啊得到猴王啊，第四位噶嘛，外边眼走内栏，第五就桂丽人生啊！再见到外边走上系伊神啦，中档黑衫咁啊，仲有劲进非凡啦，内栏尾五加落龙区啊，掟大外档啦，红眼罩雪涌神区啊，后啲先已经见到马匹有开心之旅嗰啲啊，好啦，正将去直路啦，前面透出仲系呢只方唐武士啊，大外档上紧嚟啦，红眼罩就喺呢只雪涌神区啊，中间有桂丽人生，入边啊得到猴王啊，加落龙区俾人车，最后百零米得到猴王透出啊，加落龙区追紧上嚟，最出位置仲喺伊神，大外档雪涌神区接近终点，俾人阻完，加落龙区都冲咗上嚟，同埋边嗰只得到猴王咧就要影相，咁至于第三名咧，伊神系咪有机会啊？结果今场赛事得到猴王开头阻咗嗰只加落龙区噶，咁但系加落龙区判断咁啊冇放弃，终点前骑翻上嚟，系咪有机会过咧？要影相啊！第三，伊神出边咧，仲有只多利神區都最。